猪捆肠。佛跳墙还没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吃完了。点点小红心，宝宝们。每个人说十下，官方会送你一句话哟。还是这样吃的过瘾。来个脑花。你在广州吗？没有呀，我在山东菏泽。大家怎么没直播？他搬家呢，明天应该就能播了。明天他的网站上就能播，咱们那里播不了。嗯，感谢心动男嘉宾。你说为啥呢？主要是因为山东人比较多，所以说山东人都比较多，因为山东人多嘛。河南吃播也多，是的，河南人也多。有时候干到这个行业的，干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了，是为了不让大家失望。生俩小孩，是吗？享受生活去了，也挺好，实际上。但是太就是一直闲着的话，就感觉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。真的，就感觉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再生个小棉袄，嗯呐，生个小棉袄。录播不是录播，现在是直播聊天。先剪一块哈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吧，纯洗，蘸上这辣椒油、小料汁。有点腥，是没好吃好吃好吃。嗯，这个没有菜的，东北的雪肠也是没有菜是吗？这东北雪肠是纯洗的。啊，对东北雪肠有误解是吗？不好意思哈，我吃的上次我吃的那个东北雪肠，我能过来吃吗？可以的，来呗。觉得自己能吃很久，也吃不了几口的那种，一般人驾驭不了。嗯，炖酸菜可以做。
炖焖水肠很好吃，是的。刚第一口的时候有点腥，但吃还行，还行吧，好吧。我92年了，结婚都9年了。没给小鱼点关注，点个关注啊！感谢老铁们，热门进来的铁子们，喜欢看小鱼吃东西的，不讨厌的，咱们可以点个关注。每天7:40直播。水残。腊肉还可以的，嗯，给你婆婆引引流，我给她引那流干啥？她又不直播，你婆婆快手号，我跟你讲，嗯，有啥吗？知道。十万，不瞒你们说，面瘫好几年。哎呀，大血糖的来了，吃完这个虾吃那个大血糖哈。啥时候要孩子？过2年就要。嗯，没有了，老铁。高龄产妇了，是吧？再过2年就成高龄产妇了，是吧？没事，能要就要，不能要就拉倒。再过2年，如果身体允许的话，咱就要一个；不允许就拉倒了，不要也行。我有孩子没有？孩子都2年级了，有孩子了，再要就是2胎了。感觉随时随地都有死在那个手术台的那种风险，感觉挺害怕的。实际上，我多大了？我92年的。我是剖腹产，有儿子了还生啥？其实我想要个闺女。嗯，你生孩子人气会更高，生孩子人气高了。